设计。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是情境设计。耿瑶，哎，你家那一千多只猫咪，借我个两只吧，让他们来我家把老鼠吃一吃，对吧？你还省伙食费啊，两只太少是不是？好，那你借我20只吧，反正你叫1000只，对吧？好，你借我个20只吧。好，那但是重点是来喽，假如他家现在有1000只猫咪，里面有几只是看过老鼠的？是不是有最一开始那100只，对不对？剩下的900只都是吃肉长大，所以哦，真正那些猫咪哈，被借过去的那些猫咪，看见老鼠，这个"见"是动词，就看到，看到老鼠之后，双耳耸，眼凸露如漆，炽烈又灼灼然，以为异物，什么意思嘞？这些猫咪看到老鼠。哇塞，这什么生物啊？双耳耸，这耸是动词，叫耸起。老鼠嘛，耳朵是尖起来的，对吧？老鼠的耳朵是尖起来的，眼凸露如漆，这眼当然是名词，眼珠子。眼珠子凸露，动词叫凸出来，如是动词叫好像，漆是名词叫黑色的漆料。对吧？老鼠的眼睛是不是黑黑的一颗？好，那再来，炽烈又灼灼然。这个炽烈，炽是 ADJ 叫红色的，烈是名词，指的是它身上的毛发。好，那这个老鼠可能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水沟老鼠不太一样，它们是这个算是田鼠。好，它们的毛色是有点偏黄偏红的，可以吧？哦，那其实很帅。画一下给你看，炽烈又灼灼然。假如这是老鼠头，好，那这是老鼠身体，对不对？炽烈，好，红色的毛发。好，那再来这个双耳耸，好，耳朵凸起来的。好，眼凸露如漆，好，这是他的眼睛。这个就是猫咪眼中的老鼠，对吧？好，这猫咪眼中的老鼠，哎，你不要说猫咪啊，人如果看到这景象，是不是也觉得很恶夸张？对吧？还好，好，可能我画的不够恶心，啊，还多少有点可爱，对吧？好想去摸它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猫咪这一辈子没看过这种老鼠啊，对吧？这些猫咪。看见老鼠之后，发现哇，这种生物双耳尖起来的，眼睛凸出来，然后像漆一样的黑，红色的鬃毛又密密麻麻的，这个灼灼然 ADJ 叫密密麻麻的，所以啊，它这些猫咪好就以哎呦。以为动词叫认为，异物，异是 ADJ 叫怪异的，物是名词东西，他们当然就认为这种生物是个奇怪的东西，对吧？可以哦，因为他这一辈子没看过嘛。好，那又长得这么恶心这么奇怪，所以呢，鼹属型不敢下。这个岩啊，当动词叫围绕，绕着。鼠是名词，就是老鼠。行是动词，叫走动。所以他根本不敢抓老鼠，他只敢干嘛？跟在老鼠屁股后面，观察这是什么奇怪的生物。你身为一只猫咪不抓老鼠，你在那边看老鼠走路，看老鼠表演。根本不敢下，下是动词，叫扑下，所以不敢是 ADV， 就是不敢，可以吗？他呀，这群猫咪啊，因为一辈子没看过老鼠，以为他们是怪物，于是呢，沿着老鼠，跟着老鼠走来走去，根本不敢去扑这些老鼠。
是怒啊。这个难过之事，这个怒是动词，生气了，觉得很莫名其妙。哎，你是老鼠哎，不是，你是猫咪哎，你居然怕老鼠，对吧？推入之，这推入是动词，叫推入；之是名词，这里指的是猫咪。也就是说，推入猫咪，什么叫推入猫咪？把猫咪推到老鼠群里面，对吧？不推了一把，推了一把猫咪，哎。去抓呀，对吧？把它当宝可梦一样这样丢出去，对吧？去吧，猫咪。结果猫咪在空中这样张开爪啊，张开它的爪子，对吧？叫喵，落到这个老鼠群里面，离心不慎，对之大好。猫咪啊，来，这个不当动词叫感到害怕。那这个慎修饰动词，所以叫 very， 叫非常。猫咪非常害怕，啊，那个难过之事把那其中一只猫抓起来，去吧，猫咪。猫咪在空中翻滚了几圈之后，张开爪子准备落地，喵啪，掉到老鼠群里面之后，它反而被老鼠吓到了，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对吧？对之大嚎啊，这对着老鼠大叫，这嚎是动词，叫嚎叫。大修饰动词 adv 就是大声地，对着老鼠大声的叫，久之，好，这个久之 adv 副词指的是很久之后，很久之后，老鼠嘛，他发现哎，这种奇怪的生物我一辈子也没看过，可是他除了发出那个喵喵喵的叫声之外，好像也不会其他事情了，对吧？鼠堕其无他计，这个鼠是名词，当然是指老鼠。这个堕是动词，叫猜想。老鼠猜想，这个其 P R O N 指的呢就是猫咪。老鼠就猜想，哦呦，猫咪无是动词，叫没有；他计是名词，叫其他技能。猫咪这么奇怪的生物。大概除了发出喵喵喵的叫声之外，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。所以呢，啮其足，哇塞，这个啮当动词叫咬呢，居然去咬了猫咪的脚。所以你看老鼠很凶，对吧？老鼠一凶起来，连猫咪都敢咬。哦，老鼠居然去咬了猫咪的脚之后呢，离心完全，哦，这猫咪完全招架不住，奋直而出。直是动词，哦，这个字念直。当动词叫跳，那这份 adv 叫用力地跳，用来修饰动词，对吧？猫咪就用力地跳出了屋子，离开老鼠。好荒谬的一篇故事，对吧？居然有猫咪怕老鼠，居然有老鼠咬猫咪，居然猫咪被当宝可梦一样丢出去之后，落到老鼠群里面。你以为它是自助餐？不对。猫咪吓傻了，喵！这是哪里？喵！旁边怎么都奇怪的生物？喵！对吧？老鼠嘞？啾啾！这什么奇怪的东西？啾啾！它好像除了发出叫声之外，没有其他作用了。啾啾！啊，那它看起来肥肥胖胖的，肉应该挺好吃。我去咬它的脚，哇塞，对吧？这猫咪反而打输了。哦，打输了，回到他的宝可梦球里面。